松露传家卤肉饭，他把每时每味都锁在这一罐里面。我们是用意大利的黑松露加松板肉、红曲、冰糖、青葱、洋葱、大蒜，美味独家配方，熬煮六小时的卤肉的营养精华，没有添加防腐剂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低温制成，封存鲜度，高温瞬间灭菌之外，常温保存三年，泡在开水里面。大概五分钟，随时随地开罐即食。你可以拌面、拌饭、拌青菜，里面满满是胶质。可以做卤肉焗烤、卤味，还可以做肉酱烧饭。分钟全部搞定好几道的菜，简单方便。一碗是30块钱，外面的卤肉饭可能要35块、35块、40块。唯一添加白饭、国产的松板肉，还有意大利进口的黑松露，非常的珍贵。一罐可以吃几碗？10碗饭以上，这一组是6罐，原价1800，今天为了优惠，我们华视观众朋友1200，百分百国产台湾猪肉，新鲜现宰，别人涨价，我们都涨，赶快电话打起来。